另外，请求师佛提点开示。我们有研受了龙树菩萨、宗卡巴祖师、阿底峡尊者这些祖师爷们的灌顶后，弟子本身所具备的观念，我们该如何着手学习？祈请师佛慈悲示宜开示指导。 阿弥陀佛，最后恭祝师佛我体安泰，祈请师尊常住世间，横转法轮。阿弥陀佛。这莲花红明问的，他说。 我先从后面这里讲起，他受了龙树菩萨的灌顶，中卡巴的灌顶，阿底峡尊者的灌顶，具备了观念，该如何着手学习？其实啊，我告诉大家哈、啊。 密法的修行，它是有次第，一定是有次第的。我讲过，就像赛跑一样嘛、啊，你先跑一百公尺，再跑一千公尺，再跑一万公尺，再跑马拉松，是一步一步来的。 这个东西要学习密法，先从基本开始，一定是这样子的。关于龙树菩萨、中卡巴、阿底峡这些祖师，你的法要，你要修邪。一样是有次第的。它是属于本尊法，等于说修龙树。 龙树菩萨本尊法、阿底峡尊者本尊法、宗卡巴本尊法，都属于本尊法。那你修行一定先从释迦行，先修满，然后再修本尊相应，这是一个次第。你不能说你没有修释迦行。 你就马上修本尊法，应该释迦行先修满，啊，这个次第就是这样子的。等到你本尊相应了，你再来修内法，就是拙佛法。拙佛法也是一个开始，它是属于佛。我讲过气脉明点。 是圆满次第、释迦行、本尊法、上师相应法，全部都是升起次第。先修升起次第，再修圆满次第，这是一个顺序，一个顺序。本来就是应该要这样子的。